我要让他从这个城市里消失。好，不用送我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向阳，我去福康食品上班的事情，你不要让奶奶知道。为什么？ 那你赶快进去休息吧。嗯，拜拜。路上小心。手机里的短信你没有看吧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嗯。